跟住係講分開表決嘅第一個項目 ，PWSC 2014-15-1文件咧，文件係建議將172DL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咧，估計所需費用為153,280,000元，用以設計同埋興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第一期。列席回答問題的有環境局副局長陸公衛女士、環境保護處助理處長歐偉光先生。有沒有同事要發言、要提問的？是。